很多人都喜欢看走钢丝，表演者呢精彩刺激的表演经常令大家感到叹为观止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鲤鱼跃龙门传说的所在地山西省河津市。在我身后呢不久要举行一场高空扁带花式表演啊，表演者呢将在上面展示你从未见过的一些花式动作。但在我身边呢就是表演者何锦义啊，他是一位呢全国高空扁带多次获奖的选手。何锦义你好，请问呢今天将为我们展示什么样的动作呢？我们现在所站的是华北的一个玻璃栈道上，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悬崖非常的陡峭，然后在我们的悬崖两端有一条细长细长的带子，那就是我们的高空扁带。待会我就将会在这条带子上进行行走挑战，并且会做一些花式的动作。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位置啊，非常高，大家可以跟随镜头看一下下面的这个，人啊，房子啊，多小，我站在这个玻璃栈道上，都感觉到非常害怕，就是离这个旁边近的话，但是何锦义呢，将会在这么窄的一条扁带上进行行走。那我想问一下何锦义，我们现在所处的高度究竟有多高呢？我们现在的高度，我们绳子距离地面的高度大概有170米，而扁带的长度有260米，但是扁带的宽度仅为2.5厘米宽，也就是不足我们两指并拢的宽度。不足两指，那非常窄的一条带子。那么在这样一条窄的带子上行走，它的安全性是如何保障的呢？其实走扁带它是一项非常安全的运动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我们的锚点虽然你看的是一端只有一个，但是它是其实是两个锚点。然后我们的扁带由两部分组成，本来是一根绳子，你可以看到，但是它有一个主扁带，还有一个备份扁带，然后两根绳子一起，然后组成了我们的一条的扁带。然后的话，我们的运动员在上扁带之前呢，会穿个安全带，然后并好做好保护。然后打一个保护的绳结，然后当我们的运动员在扁带上行走，不小心失去平衡、脱落、掉落的时候，我们的扁带整个系统会保障它的安全。好的，那么祝你今天的表演顺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会把时间交给何锦义，他将做一些准备工作。我们祝他顺利。好的。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安全带，然后我先穿安全带。我们这个安全带是跟攀岩相似的一个安全带，就叫先锋安全带，然后它也叫半身式安全带，就是它不同于那种全身式安全带。半身式安全带的话，它主要是绑在你的腰上。就这项运动，其实看起来并不像，就是观众看像那样惊险，是吗？对于内行人来说，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。是的，因为大家可以知道，就我们的攀岩运动，它已经是一项奥运项目了。然后的话，这个运动的话，它也起源于攀岩运动。所以我们的一些装备跟攀岩的运动的装备是很相似并且相同的，有一些。好，我现在安全带穿好了。好，每次这个做准备，就是提前上升之前这个准备，工作大概要多长时间？一般的话，我们要需要活动一下我们的关节啊之类的，就一个热身动作。然后热身好了，穿好安全带，然后我们就进行绑一些保护绳结啊之类的工作。好，好，请继续。好，那我现在上去上面了。好。我们看到啊，今天这个天气情况啊，不是特别好，有一些积雪在这个地面上，包括在绳带上，而且呢，还有一些微风。在何锦义准备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请到了杨博，
他将为我们做今天整个表演的一个解说。杨总你好，就是今天他这个表演啊，有一些天气情况不是特别好，就是哪些天气状况会影响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表演呢？极端天气吧，比如暴雪、暴雨，或者是大风五级以上的话，就不得不取消这场表演了。目前他这个举办了多少场？有没有因为这些天气情况所取消的情况呢？有，我们今年其实是第二年了，去年举办过一场，中途就因为这个暴雪取消了，然后，今年是第二次，我们第二次举办这个，然后到了这个四月份的时候，我们还会举办这个国际竞速赛。看来这项运动在当地还是比较就是大众的这个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。哎，是的，还是比较受欢迎的，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画面交给何景逸，他现在已经，马上要准备上绳。我们看到何景逸现在呢，已经脱下鞋，慢慢的朝这个悬崖边上走。作为观众来看，从这个直播视角来看，也是非常的惊险。在这么窄的一条窄带上，它可以很平稳的、匀速的向前滑动。何景逸刚才提到呢，这是一项运动，对不少观众来说呢，他们都是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，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项运动的发展吗？好的，这是一种发源于西方国家的运动，它的历史已经有几十年了，目前在法国、瑞士、美国等国家非常流行。它的比赛类型呢，分为竞速比赛和花式表演赛。第一种类型通常设置60米或者是100米的距离，看选手们谁先到达终点。第二种类型呢，有些像这个体操比赛，按照比赛动作的难度、完成度打分，得分高的选手获胜。然后今天就是一个花式的表演赛。那么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如何呢？这项运动在咱们中国目前还是比较小众，以高空扁带为例，选手不到50人，但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很快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了解和喜爱上这项运动，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。好的，何景逸现在呢，慢慢正在向这个扁带的中间走去。在这么高的高度进行表演，需要他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？首先肯定是需要过硬的心理素质，这是要克服对高度的恐惧。大多数人天生都恐高，所以需要不断的练习来克服这个情绪。其次当站在扁带上的时候，要保证绝对的专注力。任何细微的走神都能够导致失去平衡，进而跌落。然后在身体方面的话，这项运动需要绝对的协调，会帮助你协调的身体会帮助你保持平衡。在做一些表演动作时需要较强的上肢和核心力量来完成动作，即便从扁担上掉落，也需要把自己拉上去，从而完成这个比赛或者表演。好的，何景逸现在呢，正在逐步的朝这个扁带的中间走去，我们能够听到他在不断的给自己发出一些 come on 这样一些鼓气的话语，相信这也是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些在运动中的保持的一些技巧。真的是非常令人惊叹啊！这个扁带只有2.5公分长，2.5公分宽。何景逸他现在停下来了，他是不是要准备进行第一个动作呢？好的，看上去他要开始准备表演了。好，这是他的第一个动作，他现在正用双手抓着扁带，支撑着整个身体。杨总，这个动作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动作叫做双力臂支撑。他这个难度属于一个中等的。然后需要有这个双臂的力量和这个腰部的力量去结合，然后平衡在这个扁带上面，还是难度还是比较高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确实这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动作，但是对于何景逸来说，这只是一个中级动作。那么练习多久的话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呢？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，
哎呀，就算是中举动作，对初学者来说也得半年。那也要半年时间。对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新华社直播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高空扁带花式表演的直播现场。啊，表演者正在高度175米的扁带上进行令人惊叹的表演，请锁定我们的新华社直播频道，继续观看更多惊心动魄的表演。他开始晃了，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是开始这个上下的晃动了，应该是，每次晃动的时候，他应该是，就快要带来下一个动作了，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。好的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扁带呀、啊，这个备用扁带呢，正在随风飘扬。看得出这个风啊，现在对这个何锦翼表演，正在可能产生一些细微的影响，但是他走的呢还是非常稳。好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要进行下一个表演了呢？他现在正在上下晃动这个扁带。咱们来看一看。哦，他现在横躺，哎，他刚刚是横躺在了扁带上了吗？他刚刚那个动作叫背弹，背弹的话就是扁带运动员啊，通过这个上下晃动这个扁带，然后瞬间躺在这个扁带之上，保持一点时间，然后马上靠这个弹力啊，又站在扁带之上。这个难度属于一个啊高难度的动作。简直太令人不可思议了！我必须提醒大家，这个扁带的高度了，距地面达到了175米，而我们的何锦翼却可以在上面做动作啊，甚至躺在上面。我还想提醒各位的是呢，虽然表演非常精彩，但是请不要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独自练习，毕竟呢，这对于大众来说，这还是一项比较危险的动作。好的，何锦翼。看上去已经非常接近，扁带的终点了。他是会走完这个扁带吗？走到另一端吗？他会走到另一端，然后还会再返程。扁带的长度是260米，如果再加上返程的话，也相当于他要走这个510米的距离。在这个510米的过程中，为大家献上一些精彩的动作表演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确实，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寒冷啊，又飘着雪，还有比较大的风的情况下，还能完成表演啊，来回走500多米的这样一个距离，确实是非常难。可以看到他现在已经哦，他返程了，对，他现在已经返程了。让我们期待一下，他还准备表演什么动作？杨总，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举办这种表演吗？今年的话是第一次，就是去年我们也举办过。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，打算做一个，国际性的这个竞速比赛。确实看得出我们当地人和河津市的这个人，包括附近来往的这些游客，对这个高空扁带运动还是非常喜爱的。那么每天就高峰期啊，每天有多少观众来这里观看这个高空扁带表演呢？过年的时候呢，每天都有4000-5000人来看这个高空扁带的表演，他们都非常喜欢，也感觉非常非常的惊险，啊，但是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惊险，我保证他绝对是非常的安全。好的，这也是体育给我们带来的一大乐趣啊，让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去追求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。好的，我们听到何锦翼呢还在给自己呐喊。哦，他现在正在站定。哦，他是开始这个又开始上下晃动。啊，又开始上下晃动。对对。其实他现在走的这个地方是扁带最软的地方了。这个扁带的材质啊，它其实是一个尼龙材质的，它不比钢丝，它这个弹性是非常非常大的，而且非常的软。他走到这个1/2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扁带啊，也压得很低了，啊，中间低，两边高，啊，很难走。好的，让我们期待一下何锦翼的下一个精彩动作是什么。
每次看这个表演，我都不自觉的想为他加油，因为我感觉太难太难了。你看他现在，哎呀，真的是想象不到的一个事情。每次在表演的时候呢，是否这个现场的观众啊，也很多人会给他呐喊加油？会，而且声音特别的洪亮，啊，每到观众呐喊加油的时候，他那种信心啊，我感觉他那个信心就会暴增。何金一先生。他现在在做，也是一个上下晃动。他坐在了扁带上，哇塞，两圈720度，这个动作在我们这个扁带表演的专业术语里面应该怎么称呼呢？他叫坐转720度，这也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。这个动作要做的话，运动员那个前后的手要抓住扁带，中间腿要夹紧，然后借助弹力，再借助这个核心力量，在空中旋转720度。对心理素质要求也特别特别高，在我们解释上一个动作的同时呢，何锦一现在正在躺在，就像躺在家里的床上一样，轻松的躺在这个宽度只有2.5公分宽的这个扁带上。我可以理解为他现在正在恢复体力吗？可以算是恢复体力吧，但是这个躺在绳子上面也是非常非常难的。其实我在小说里面看过这个事啊，《神雕侠侣》，《神雕侠侣》里面那个小龙女可以躺在绳子上面睡觉，她也可以做得到。我曾经问她，她说她就是开玩笑的跟我说，这是她是这个啊古墓派的18代传人。啊，杨总，很多人会把这个走钢丝和这个走扁带联系起来，那么这两个就是不一样的这种表现形式，它具体有什么区别呢？首先，那个区别的话，就是走钢丝啊，它是一项杂技性的表演，啊，然后咱们这个高空扁担的话，它是一项极限运动，而且有各种国际比赛。走钢丝呢，还有就是走钢丝呢，它需要一根平衡杆去掌握平衡，所以它，在上面啊不会去做一些这个花式的动作啊吸引眼球，啊，但是这个花式扁担啊，它不一样，它在这个。扁担上面运动员靠这个双手掌握平衡，然后同时啊会做各种各样的花式啊，这种它更具有观赏性和这个心理的刺激。好，锦衣加油加油。哇这个动作太精彩了。哇塞，哇，吓我一跳。他是刚才这个动作他是吊在了这个绳子下面，这是一个什么动作呢？这个动作有一个专业术语，它叫 the never mind。它这个是 the never mind， 对 the never mind。然后，运动员啊，他需要这个首先啊有过硬的心理素质，因为他走到这里的时候啊，他需要双手抓住这个扁带，瞬间掉落。掉落的时候呢，又趁这个扁带有弹性的时候呢，立马弹跳在这个扁带上，马上站立起来。他现在何锦先生现在像一个。如果你看过电影的话，像一座像一个蜘蛛侠一样，垂直的头朝下吊在这个扁带上。是的，这个动作属于超高难度了。超高难度。超高难度了，啊，心理素质啊，还有这个手臂力量、核心力量，还有这个反应速度，以及这个瞬间弹跳的那个抓那个点儿，这就属于一个超高难度动作，啊，非常难。是的，好的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新华社直播，您现在收看的是高空扁带花式表演的直播现场，表演者正在高度175米的扁带上进行令人惊叹的表演，请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，看下来接下来还有什么样令人惊叹的表演，真的是令人胆战心惊啊，在那么高的高度上瞬间掉落，在瞬间弹回扁带上，并且还能保持直立，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度高的动作。好的，何锦衣现在呢正在看上去又将表演他的下一个动作，这是一个什么样动作呢？大家令人非常期待。他横着躺在扁带上进行了一个360度的旋转，这个动作我也见得挺少的，就是因为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。你坐在上面好转啊，但是躺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。
是的，它这个扁带的长度只宽度仅有2.5厘米。哦哦哦！哇，当心！何锦怡在返程的过程中突然掉落了。表演这么久，对于何锦怡的体力来说，应该是一种巨大的挑战。杨总，他现在需要帮助吗？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啊，会给我们发出信号。目前看来，他是不需要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是运动员体力布置的一个体现。但是他能有很快的这个反应速度，他马上会把这个腿悬挂在这个扁带之上，啊，然后继续他的表演。好的，我们看到他刚刚用这个小腿夹住绳子，哦，用小腿夹住绳子后，他现在在用脚尖的力量，将整个身体倒挂在扁带上。天哪，这个难度非常之高。这个视觉效果是非常非常棒的，啊。我们现在看到啊，这个位置呢属于这个悬崖的这个环绕的中间，啊，对面呢就是奔流不息的母亲和黄河。何锦怡加油！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好的，何锦怡的表演呢，看来呢已经接近尾声，有惊无险啊，整个过程呢，何锦怡为我们展现了至少5-6种不同的动作，难度呢都非常高。好的，他现在已经安全的返回到了悬崖边。好，何锦怡已经安全着陆了。他马上就要返回我们这个现场，我们待会儿跟他聊聊他感受如何。好的，何锦怡已经结束他的表演，正在返回现场过程当中，我们待会儿再采访他。现场有一位激动的观众，我们采访一下他感受如何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表演。我非常的激动，然后每次就是看他快要掉下去的时候，看他还是坚持下来了，觉得非常的佩服他，很厉害，非常的勇敢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看到何锦怡的表演已经结束，回到了这个悬崖边上，他正在解安全绳。天气确实非常冷啊，这个何锦怡看着这个手啊已经冻得通红啊，甚至脸都有一些泛红。好好，慢一些。好，锦怡，今天这个表演完感觉怎么样呢？感觉我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就是可以看到现在的环境都是布满了雪，然后天气很冷，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比较少在这种环境下进行走扁带，可能是第二次。啊，第二次在这种就下雪的条件下走扁带，是吧？是的。那就是今天这个，我看到你在表演过程中呢，经常给自己呐喊啊，321啊 ，Come on 这些，这个是什么作用呢？对你有一些激励作用是吗？是的，因为我冷的时候就是，手脚好像没有知觉，只有一些痛觉，但是你呐喊的话可以缓解你的那种痛觉啊等等的，所以也可以是对自己的一个鼓励。看来在这种极端条件下表演，还是对身心啊有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包括我看你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这样抖手，这个作用是怎么呢？因为这扁带的话是属于比较长的那种距离，所以的话我抖手的话就是手臂太酸了，然后这样缓解一下我手臂的酸痛，然后进行更好的去平衡。我能看一下你的手掌吗？哦，可以。好，能看到这个锦怡的手掌上面有很多这个痕迹啊，那么你是从事这项运动有多长时间了呢？应该有5年多了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开始玩一个运动，参加了一个社团叫攀岩协会，然后就玩攀岩，
所以的话，它扁带的话，它也属于攀岩的一个衍生出来的一个运动，所以的话，慢慢的话就接触了扁带这个运动。然后我是从2018年开始玩扁带的，然后认识了我们的水陆空的一个全能运动员施海林，然后的话就跟着他一起来做更多的挑战，到现在。你一开始是为什么喜欢上这项这个扁带运动的？感觉上就是站在比较高的地方，然后看到不一样的风景，然后会比较给人一种比较有挑战的感觉，所以就喜欢上了，然后慢慢的去玩这项运动。然后开始的话可能对自己的成绩方面的话还是不太有信心吧，然后慢慢的话获了一些奖项，然后就慢慢的有一些信心，然后后面的话我感觉可以传播一下我们的奥运精神，更高更快更强。那除了这些就是运动给你带来的这种奖项啊，就它还给你带来哪些快乐呢？就是像一个法国的运动员他所说的，就他的名字叫本悟空嘛，然后他说我走在鸟飞过的地方，然后他可以走在鸟飞过的地方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很自由，像鸟一样在天空中翱翔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挺喜欢这种感觉。确实高空扁带这样的运动呢，能够让你站在不一样的地方看不一样的风景。也非常感谢何景逸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精彩的表演，也希望你在将来呢能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